2023年跟着孟俐姐一起爱健康。今天呢，孟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，就是各位常常听到所谓的心律不整。那心律不整呢，是指不规则的一个心跳。那一旦情况严重的时候呢，它会增加中风的风险，还有心脏病发作的一个风险。那动脉硬化呢，它会让我们导致心脏发作啊，那从而会使我们心脏的组织啊就会结疤。那心跳的话呢，是由人体心脏的电脉冲造成的。那然而呢，就是结疤的心脏组织啊，它就会干扰整个电脉冲的一个正常运作，导致你的心跳太快太慢或是不正常等心律不整的一个症状。此外呢，我们也可以了解说，其他的一些心脏疾病呢也有可能导致心律不整。所以说我们会有心律不整的现象，其实就跟我们整个心血管的健全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说呢，以前孟俐在几个视频也有提到动脉硬化是如何造成的，当然也是因为摄取过量的这些胆固醇所造成的。所以说饮食真的很重要。孟俐每天呢就是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，主要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不要有这些心律不整的现象啊，高血压的现象啊。所以说一定要透过平常的保养来爱护你的心脏哦。2023年跟着孟俐姐一起爱健康，要健康健康健康哦。谢谢大家。